刚才看到的小片啊，就是今天教程的案例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六叔叔爱摄影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六叔叔。如无意外啊，本期教程应该是在2001年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呢，给大家做教程已经整整一年了。2020年呢，大家都不容易。2021年有什么愿望和祝福可以发在弹幕里啊，万一实现了呢？在这里呢，我先祝老铁们2021新年新气象，上学的学业有成，工作的升职加薪，做视频的涨粉，单身的有对象。老规矩，片尾有本期所有素材的下载方式，准备好的同学请把 OK 打在公屏上，我们出发。这种亮度颜色的渐变擦出转场，在很多大神的视频里面都用过啊，非常的炫酷，很适合用在文艺片和旅拍 vlog 里。根据素材的不同，实现的方法呢也有很多种。本集分享我经常使用的三个方法。六叔的教程的特点啊，就是给的多。亮度键适合给明暗差异较大的素材做转场。首先我们把素材拖进序列。重点来了啊，两段素材要分别放在两个轨道上，上下叠放。上面一层素材呢，需要盖住下面一层素材的一小部分。希望转场长一点呢，你就多盖住一点。然后在上面一层重叠的地方切一刀。切开的部分呢，用来做转场。在效果面板里搜索亮度键，拖拽到切开的这段素材上面。然后呢，来到效果空间面板，找到亮度键。播放指针拖到转场的开头，在阈值和屏蔽度这里的小秒表上都点一下啊，我们要对这两个参数做关键帧的动画，把阈值和屏蔽度的数值都改为0，再把播放指针拖到转场的结尾，把阈值和屏蔽度都改为100，播放一下，是不是有那味儿了？就是这么简单粗暴，学会的同学请把妙啊打在公屏上。和前面一样啊，把两段素材上下叠放在轨道上，在效果面板里搜索颜色键，拖拽到素材上，在效果空间面板里找到颜色键，点击主要颜色这里的吸管，在画面里吸取一个颜色，比如草地的绿色，你吸哪个颜色，一会儿哪个颜色就会先消失啊，不懂，没关系，看完就明白了。把播放指针拖到转场开始的地方，在颜色容差这里的小秒表上点一下，聪明的同学一定猜到了啊，我们要给颜色容差做关键帧动画了，这里数值保持0就可以了，然后拖动指针到转场结束的地方，数值改成最大的255，播放一下看看，是不是已经有那味了？我们用主要颜色这里的吸管，再吸一下天空的颜色，播放看看。是不是天空先消失了？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，吸取画面里任意的颜色来决定谁先消失。边缘细化呢，可以改变画面的边缘是否显示，羽化边缘可以改变边缘的柔和程度，自己多试几次就可以调试出适合自己的效果。学会的同学请把妙啊打在公屏上。再换两段素材，摆放的方式和前面是一样的啊，我就不重复了。在效果面板里搜索渐变擦除，注意啊，是视频效果里的渐变擦除，拖放到转场素材上，在效果空间面板里找到渐变擦除，把播放指针拖到转场开始的地方，在过渡完成这里的小秒表上点一下，数值改为0，然后拖动指针到转场结束的地方，数值呢改成最大的100，播放一下，是不是又有那味了？学会的同学请把妙啊打在公屏上。
好了，三种制作渐变擦出转场的方法就讲完了啊，希望大家勤加练习。有没有一种感觉离大神又近了一步的感觉？本期用到的所有的素材，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六叔叔爱摄影，回复渐变转场免费下载，一共三组啊，六段素材我已经重新命名。 A 呢就是放在上面一层的素材， B 就是放在下面的素材。制作教程不易啊，请动动手指支持一下啊，你懂的，这对我非常的重要。还没关注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啊，后面会有更多精彩的教程。我是六叔叔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爱你们，比心，拜拜。